可能你要给我1000磅，我回去估计1000磅不够，北京市场估计1000磅就不够。你真有咱有皮了，皮呀、啊，皮剩不下。对，以后这量能。但是肉你得一起买，我不能说那个肉你先从第一批先别给我肉，第二批再给我肉。你第一批先别给我。哎，你不说你有个哥们儿一起来要肉的吗？是要肉，那我得赔给你。你们能要多少？打个电话问一下。你可以啊。